大家好，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做的那个普天直通丝冷接值的那个效果。这台光纤呢是到我们公司的那个光纤，我测给大家看一下。是-24.2多的样子。这条呢是我刚刚做好的那个普天，两头都自己做的。我现在把它插在上面给到大家，插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重新给它开机一下。是负，现在是负24.5。谢谢大家。